端午节刚刚过完之际，因2013年美人商纵、丰乳肥臀、疯狂原始人大尺度唯美写真而走红的内地歌手苏子林，再次放大招出品挑战经典级写真女蜘蛛侠，扮演史上最性感女版蜘蛛侠。片中苏子林紧身衣性感火辣，各种蜘蛛侠高难度动作也被他模仿得惟妙惟肖。自2013年出道以来，苏子林的每部写真作品都被网友认为是充满了浓浓的甜言气息，是纯天然的一种返璞归真。在蛰伏了将近半年之际，苏子林再次发片，但这次其并没有按照以往那样拍摄有中国元素色彩的主题，而是拍摄了一部当下热映的美国大片《蜘蛛侠》为题材的创意大片。在这一部被网友称之为国产女蜘蛛侠的写真里面，苏子林不仅大玩性感，更玩起了高科技和惊险刺激，在美国国会大厦自由女神向前秀强势。一向温柔可人的苏子林上演了惊天逆袭，丰乳肥臀的粽子女神变身身手矫健的暴乳蜘蛛侠，昼伏夜出拯救世界维持和平。镜头前的苏子林长发飘飘，眼神冷漠凌厉却性感撩人，精致深邃的五官早已不见了往日的柔和，取而代之的则是谨慎又机警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